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吴宗翰。那么新的一年要到了，所以在这里变一个小魔术给大家看，小小的魔术哦，是很小的魔术。OK， 这里有两个橡皮筋，两条橡皮筋，好，我把它这样子绑在里面，可以看到哈。那我要祝你们在明年新的一年，不管有什么困难、什么烦恼的事，都能像这个橡皮筋这样解开，解开。谢谢。春风得意，马驰千里，一本万利，迎接胜利，哇啦！文又一件，主要是前期我忘了对点了。啊，刚才是讲错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迎接胜利。来，三二一。春风得意，马驰千里。来，春风得意，马驰千里，一本万利，迎接胜利。豁啦！他想迎接顺利哎！迎接顺利，迎接顺利！哎，我先回来，再来一个。